球杆给他。你们开球是吗？哎呦哎呦，你们开球是吗？是的。哎了小姐，你是不是应该在球后面？对不起，我忘记了，忘记了。他只是为了摆 pose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，这样这样才对，这样才对。别动啊！比赛开始。二。好。好，换你们。我是我。一、二。好了。三。哇！三。哇！球都没打到。哪一个？这个十号，十号，十号，十号有戏，对不对？那里也是错的啊！你是在白球前，十号应该往那边，你站着。哦，还有跟我一样障碍啊！是，我们的两个队长都是属于特别热情的，但是智商。贾乃亮用的是脖子这个位置，动啊动啊！撑住啊，撑住啊！使劲使劲，有机会！耶，该我们了！哦哦哦哦！耶，走了！差一点点。一、二、三、三。消费，交一下，快点快点，拿点钱给他。来来来，我在这边。那你过来一点，太近了，离球太近了。哈腰哈腰。还有还有还有，继续打继续打。那我把十五的做到洞口吧。好好好。腿是吗？现在开始，艾拉又奉献了自己第三个部位作为球架。去这儿！去了去了去了！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！你好的好的，可以可以可以。这是我们冠军队非常好的机会了。一、二。他们打不打？我们来个翻带吧，十五翻带，帅一点。十五啊，十五翻带，肯定能停在那个中间了。太薄了，太薄了，打到五号了。啊，太薄了，太薄了。分。哎，可以，把打四吧，打四防守，打四直接打进了。好，现在轮到冠军队。一。往下。一。两个球就赢了。对啊，三哇，压力好大。你不是不是，你确定吗？你这样不行啦。是啊。啊，对对对。再小心不要碰到球。再过来一点。不要碰到球，好好好。啊，不要辜负我，听见没有？天大的好机会。一、二、三、七。而且进了位置非常适合打十三号球。贾乃亮，你又趴错，该我了，该我了，我来趴。这边这边，再往后一点。好，再往后一点。好，再平一点。你说我再平一点吗？如果这球能够进的话，明星队又拿到了这一次的锦囊。靠谱，不要。一、二。三啊！耶！哈哈哈哈哈！
我们赢了，大力出奇迹啊。